OK， 这就是我们的 Jabra。OK， 这就是我们的 Jabra。OK， 这就是我们的 Jabra。OK， 这就是我们的 Jabra Elite。OK， 这就是我们的 Jabra Elite 85T 快速开箱。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深入使用一下这个神奇的。OK， 这就是我们的。OK， 这就是我们的 Jabra Elite。OK， 这是我们的。OK， 这是我们的 Jabra Elite 85T 的。OK， 这是我们的 Jabra Elite 85T 的快速开箱。OK， 这是我们的 Jabra。OK， 这是我们的 Jabra Elite 85T 的快速开箱。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深入的使用一下这个降噪耳塞，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到底好不好用，然后到底。OK， 这是我们的 Jabra。OK， 这是我们的 Jabra Elite。OK， 这是我们的 Jabra Elite 85T 的快速开箱。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深入使用，听听看这个降噪耳塞到底好不好，然后给你大家。OK， 这是我们的 Jabra。OK， 这是我们的 Jabra Elite 85T 的快速开箱。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深入使用一下这个降噪耳塞。降噪耳机，主动降噪耳机。OK， 这是我们的 Elite。OK， 这是我们的 Jabra。OK， 这是我们的 Jabra Elite。OK， 这是我们的 Jabra Elite 85T 的快速开箱。OK， 这是我们的 Jabra。OK， 这是我们的 Jabra Elite 85T 的快速开箱。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深入使用一下这个降噪、主动降噪的耳机。OK， 这是我们的 Jabra。OK， 这是我们的 Jabra Elite 85T 的快速开箱。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深入的使用，听听看这个主动降噪的耳机到底好不好，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所有的优缺点。OK， 这是我们的 Jabra Elite。OK， 这是我们的 Jabra Elite 85T 的快速开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入来听听看这个主动降噪的耳机到底好不好，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降噪耳机的优缺点，所有的优缺点都会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就直接来听听看吧。